完一会儿别拉出来，拉不出来，别夹住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小罗，现在来到这个健身工厂，对，然后也是我之前跟龙哥训练的地方，就上期视频，然后这期视频呢，新邀请了一个大家伙，他据说是中国最大的健体运动员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红霄921，我是陆家门陆城会的第十个徒弟，然后今天呢跟萝卜哥一起训练，然后加饮食的一个这种挑战饮食的挑战。具体练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主要练胸和肩膀，然后因为这边健身房特别大，晚一些的时候我会跟李红霄做一个美食挑战，然后具体挑战什么我之后再跟你讲，先进行我们的训练。然后第一动作是一个这个夹胸的一个动作，然后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器械作为第一个动作，这种单关节动作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热身动作。我稍微动，就是一个就是躺在一起，确定吗？我真的第一次跟年龄比我小，然后体积比我大的运动员一起练。一般来说，要不就是比我大，年龄比我大，然后长比我大，然后要不就是年龄小比我小的。然后这第一次是年龄比我小，然后比我大。他115公斤，现在完成的已经是训练组了，然后慢慢的提升重量，这是我们第三组，然后每组大约做12到15个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有个小技巧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小拇指相对，这样下胸这个地方收缩感觉会更紧一些，因为它这个发力点，它把你手肘这个固定住了，所以说你没办法任何的借力。记住，做这动作的时候有点感觉像健美造型，就是那叫什么 most muscular pose， 蟹式，对，这种发力感觉特别好。再一个，给我停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你来看看这胸红了。现在到我们最后一组，就是我们第五组，然后我们准备做一个很大重量，做一个10个，不需要特别的慢，但是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感，这是我提醒他做的，走。然后我们做10个，再递减3个重量，然后再做10个，后面的10个就要控制了，每次在这里停3秒钟，3、2、1，拉伸，3、2、1，3、2，也是一样10个。基本上第一个动作你要让自己胸达到一个泵感的一个极致。接下来一个动作是个器械上斜推举，然后主要刺激我们的上胸，然后这器械是从外往里面挤压的，所以对我们上胸刺激非常好。太重了。几个刚才做了？八个，差不多。它的重量比我每边要多个10公斤。头一回，比我年龄小的人虐胸，一般来说我都虐别人的。汉堡知道？对，汉堡，对，汉堡做3片，我做4片，然后921练5片，这动作还很爽，对吧？啊，爽，爽，这动作超爽。然后起的时候有点不好。对，起的时候有点难，这边有个脚踏的可以踩一下，然后就起来，但是重量大的话还是比较难。然后比较危险，所以如果说你有幸做这个器械的话，需要帮人稍微扶一下。是一样，做大重量8到10个一组，然后我们做4组训练组，头一组为热身组不算，做4组训练组。皮肤门外界的爱，想要欣赏 rap show， 全都来自我的嘴里，我的家乡 studio， 虽然我也很少回去飞来飞去，像超人般的威力，我的飞你都跟不上我轨迹。Stay in holding China pop the living going on。最后一组完成比较困难，我们做了一个大重量，做6个，但是每次离心3秒，再推起来，离心3秒，推起来，做6个，然后递减一半重量，也就是用2片25，
然后做一个顶分收缩三秒，然后再顶分收缩三秒，这样重复十个，就6+10。哇，接下来做了平板的一个推胸，这重量真的挺重的，相当重，相当重。不要看只有三片，这相当重。它的器械很重，对，这器械做的相当不灵。对，它的把手，它把手是平的，然后当你推起来的时候，它有点往内的感觉，对，夹的会很紧。Stay at home and China pop a living going on. Tracks and ice, we rock and sipping on the mountain low. Circus and the fishing to my eyes cooking low. It's a way we c***. 太臭了，有点丢脸，重新来一遍。Got the sauce to get a border. Hunted, wake up in the sky, we fly high like hunted. Cooking up the flame, we going full out. Burning, from my eyes, we cooking in the room out. 对，刚才的把手是往内的，也是一样，训练组主要做8到10个，然后刚才勉强做了8个，然后争取下一组看看情况，也是做8个，一共做上3到4组，然后最后一组的话也会有点不一样。这好重啊，手太滑了，最主要是手太滑了，成不是这样，一定是因为手太滑了。哦，感觉人老了一岁，我感觉我脸上痘痘要爆出来了，没力了，没力了，哎，别摸，那个重，那个重，哪个？7个。我做三片嘛，我还做三片。对于这一片，你为什么这么骄傲？请问一下。因为我战胜了自己。Burn it, burn it, burn it. 这是我的 red light, red light. 看好我的脚步越来越快。属于我的 red light, red light. 现在我们做一个是器械飞鸟，这动作主要刺激我们的，我觉得整个胸都会被刺激到，然后也是个非常好的器械，非常孤立。它代替了我们以前用的蝴蝶机，也是一样，大约做12到15个重量，因为我们之前做的重量都比较大，然后次数都比较少。这个呢，我们就主要是因为已经到最后了，我胸已经很力竭了，真的今天练胸练得特别爽。第一个动作其实已经到位了。无论你头怎么样，你的肩胛骨就头可以抬起来，但你肩胛骨一定要保持固定，这样子你才能不用到你的前束。然后这是我们胸部最后一个动作，接下来我们还会做2个肩膀动作，主要刺激我们前束和我们的中束，然后后束的话我会跟背一起练。在这里呢，我喜欢把我的手腕变成这样子去收缩，这样夹会更紧一点。接下来该练我们肩膀了，主要是刺激我们的前束和我们的中束，所以说是一个侧平举加个前平举，做一个15+15。我选择用20磅，我看一下他的水平，可能他需要，我估计要比我至少要比我多5磅吧。做这动作的时候，我之前跟他说了，你要注意一个顶分收缩，你如果想让你的肩膀持续性往外延展的话。名字 all you gotta know， 我是中国90后。感谢你把我曾经待在家路，还没有放弃，对自己努力加油。这场 rap 我不管谁，根本无所谓。你我打个我看，毫无训练痕迹，你胳膊多粗？现在的话应该52吧。52，我也就51.8吧，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以前恨我，现在对我发怒，没有大的空间，我的未来备受重视，我的思想和自由不会备受控制，用时间来证明我的一切 all me。 结束了所有训练，然后刚肩膀练了2个动作，然后胸练几个？4个动作，一共6个动作，然后效率还可以，今天整体感觉很不错。然后一般来说，我喜欢自由重量，你们也知道。但是这个健身房，固定器械非常多，所以我也没有做过多的讲解，跟上一期视频一样，就没有做过多的讲解，主要就是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主要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国内有这么好的一位健美选手也好，健体选手也好，无论怎么叫他，但是他练得非常的好，而且还比我小一岁，非常非常好，可以去微博关注他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去吃饭了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呢，给你们做一个饮食挑战。上期视频里面我输给了龙哥，我要赢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感�觉毕竟比我重了多少公斤，30公斤，我要吃赢他，我要想一个对，想一个对我有利的游戏，对，我要吃赢他。好，那么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见。
战果。对啊，这一个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些酒店线。我们先回到酒店，然后准备把刚才地面上的这些食物都干掉它。我跟九二一一起把它们干掉。我们准备把这个游戏一会儿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先把它摆出来，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东西。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个摆出来了，这是他的，这是我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萝卜美食大挑战游戏规则：十分钟吃完十种台湾夜市美食。这有糯米糕，然后这有臭豆腐，木瓜牛奶，木瓜牛奶，这是那个蛋，鹌鹑蛋，哦，有点难度，十分钟，对，有点多，这个是有点多，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投降，不能怂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看我们要计时，你准备先吃哪个？我不知道。他说这不重要。先吃这个，这个什么？就是鸭头。这什么？这是吃包鸡。吃包鸡，吃包饭。我就先吃蛋白质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有要开始吗？餐具要开啊。五、四，你还要开始吧？开始。好，看啊，十分钟。慢，别说话。我有点辣。成都人，我靠，太丢人了。我操，这也太大了，带进去。哇，它真的怎么那么大？对。章鱼丸子，我吃这么快？垃圾。你说好难嚼。我放进去。我靠，这鸭头咋样？你下去串进去了？嗯。你怎么这么及时？我去。好臭。我咬肌快抽筋了。我十分钟吃完，太多了。我咬肌都快抽筋了，力竭了，我咬肌已经。几分钟了？六分钟。6分30秒。现在已经十分钟了，我们俩都失败了，我还是有机会赢他的，有机会赢他就行了。我也吃不了。我靠，好吃吗？这尼玛是什么？这么实在？吃爆饭呢？他就在那个鸡翅里面塞米饭。这太实在，它真的很实，它里面全是米。我受不了，太多了。在我吃中发现他了，是我，你看我。你没好到哪里去嘛，你就比他多吃一道菜。我随便多一刀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吃完这个，你知道什么叫顶。我感觉我的臭豆腐比你多一点。没有。现在开始计较这个。我的鸡还比你大一点呢。我的鸡还比你大一点呢。太恶心了。我要尽量在18分钟之内完成。这叫吃中饭，吃饱饭。吃中饭。吃饱饭。结束，来，好东西一起分享。你是吃不下，让我分享。一起分享来。我吃的开心，我的东西蛮好吃的。一起蛮好吃。干！哇，你真能吞啊！你怎么吞下去啊？你问我怎么吞下去？你知道龙哥怎么喝奶茶了吗？啊！我奶茶连五分之一都没喝完，他喝完了。他是吸管直接连到喉咙，吸管直接样。我跟你说，龙哥绝对不正常。我操！吃了，作弊。这鸭腿，我跟你说，光这个鸭不是鸭腿，刚光这个鸭脸就够我十分钟吃的。18分钟啊，你们吃完吗？没，你吃完了。你不说，我也反刀他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要换战术了，你吃什么，我吃什么。我还是两个黑球。就肚子已经不行了，这个体态我也要舒服一点。对，好了，下去。还是这种操作？你只会反超我，明明我领先赢。来，帮我分享一下。你饿到场外不行。我这帮我分享一下。这个，这个可以。等一下，老，不要，我来，这个我来，请给我。哇。大家好，我叫马叔，我叫马奇。你们是在消耗吗？边吃边消耗卡路里，还这样子？
来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还有没有好东西？好东西一起分享。那你也帮我一根吧。我这一根怎么这么难穿？不是你少穿一点好吗？我觉得你可能拿拿一棵树出来。哦，戳到自己。这还蛮好吃。好，我就一根喽。你就帮我吃一根就好了。你一根看看不要多啊！我都跟你讲，他打出来一棵树，我跟你说。不行！你他妈，兄弟，来！你又来，你来，又来，还来！你等着。我也有。这已经吃到变娘了。你这个姿势挺帅的。吃到肚子变大，来，来，旁边人多，哎呀，一个是吃到变娘，一个吃到便秘，吃到便秘，看一下这时间，吃了多久？31分钟，哇，吃了这么久了吗？结束没有？还有。哇，你好恶心哦！我解决掉了，回房间我就得拉屎。我这已经咬了3分钟没咬电，也是1%的电。我觉得可以做圆满的结束了。本次台湾本次10种台湾夜市美食挑战正式宣布失败。失败。然后呢？说的是什么？10分钟，我们吃了多久？吃了35分钟，还没吃完。我实在塞不下。但是台湾美食真的非常好吃，建议你们下次一定要过来吃，但是不要像我们这么尝试。对，对，10种小吃我都推荐给你们，都很好吃，但是不要一起吃。然后呢，我在节目最后，我会在微博上面转发加点赞，然后会抽取一个人送欧尼姆的增肌粉，你需要的。然后在 B 站上面评论加点赞，我会抽取一个人送去一桶增肌粉，欧尼姆增肌粉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